贷款移民署彰化县行动服务列车，大个月拢有两摆即巡回服务。在巡回当中，李林也个落岗三户证事务所。今日移民署因是特别到即当中户证所来联合举办民家会合上村的活动。其中啊，即特别来宾移民署的副署长何应川，伊嘛来到现场发红包，而且平常是感觉真意外，嘛真欢喜。今日下晡伫田中户政门口是举办了民间挥毫送春的活动，吸引了真侪民众前来领取这免费的春联。苏发兵署现场写春联也受到民众围观。这是由移民署甲田中户政所来联合举办的送春的活动，以及在移民署业务宣导等等。今天是移民署跟彰化县田中户政所合办的一个活动啊，包括今天也刚好是移民署的这个服务列车在田中户政所来做一个家子的服务之外也邀请我们的书画大师啊来这边哈写我们的春联，来赠送给我们的洽公的民众，还有我们新住民的这些好朋友。移民署副署长何应川，即彰化县政府民政处长柯树平，下晡拢来到田中户政所来视察移民署行动服务列车业务进行，同时也要甲新住民朋友来问好。昨即移民署副署长何应川视察来即小红包，分享给即洽公的民众，一个户政所工作人员，也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今天彰化县服务站。来这边是行动服务因为我们彰化县的服务站是在园林他们有行动列车到这边田中户政事务所来做记者收件。另外我是今天来看我们的新住民一些祭典、一些协会平常他们的活动情形我感觉我们的祭典跟协会对新住民的照顾做得非常好让他们的家庭能够和乐有那个翠一技之长，就这么样子。移民署副署长何应川表示讲，便利乡栽培爱是移民署行动服务列车，便利这乡亲栽培关爱的这便民服务，感谢彰化县政府提供户数场地，或者偏乡民众能找到真心的路途，就当得到移民署需要服务。中视新闻，彰化县田中报道。